你们帮我算算，我考了多少分？你这么丰盛！别急别急，今天语文考试，吃各种生腌，必须一口吃。哎，我知道，吃不完就是你的了呗。呀，这反应不错，先给你加五分。老师，你说我第一个先吃什么？先吃全场最红的。全场最红的。有觉悟，加十分。吃个三文鱼吧，一口。真是一口都不给我留啊，扣十分。我这不是认真对待考题吗？这长得又丑又不符合老师气质，那就我吃了吧。哟，挺自作主张啊，来扣十分。不知道老师最喜欢吃鱿鱼了，那就勉强给你留一口吧，剩下给老师，还算有眼色，加五分。可把我心疼坏了，这么辣你都不知道告诉老师一声，扣十分。我也辣。哇，这个看着就有食欲啊，老师。看来你这是一口没吃完呢。老师，你这吃也吃了，加点分呗。加一分。志野老师，扣五分。不认真对待考题，扣20分。你让他们评评理，这能怪我吗？这题都让你损坏了，你也别吃了。这个看着就好吃。这老师留一个，有眼色，加五分。哟呵，扣我什么？老师，你出的考题是一口，我不能每次都留给你。说的好像有那么点道理，给你加两分吧。我提醒你一下，分数马上负数了。老师，你看，老师我表现如何？不错，加十分。这一口允许你直接吃完，不用给我留。表现不错啊，加20分。这20分加的太不容易了，红魔虾。哟，还会正确吃法呢，加10分。老师给你表演一个纵享丝滑。今天考题一口还是两口？你在吃什么呢？扣20分。考试结束。姐妹们，你们算算我考了多少分？